世界始终成坏相，如是熄灭熄了之，如是意念熄了之，只是数字方便力，十根数，这得有智慧啊！你了解了。那几天我跟大家讲那个世界上几大奇事了，像俄罗斯一列地铁15分钟没有了，哪儿去了？这叫时数，时间跟数字，年月，数字就年月，它是一体的，昼夜、黑夜、白夜，太阳、月亮，他们来他这轮转，来定年、定时分、定节，节是时分的意思啊，印度话叫节波，中国话就叫时分。这是人定的，咱们这数字跟别的数字不同啊，他那国际数字跟咱们这个数字又不同啊，乃至于世界初成立，咱们讲那个世界成就品吧，这个世界怎么成就的，又怎么消失的，它成跟坏都能知道。这呢，意念就是思维修都能了知，时间、数字，一切的条件，有这种智慧。换句话说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。一切众生有生灭，色与非色，想非想，有形色的，没有形色的，这有表色的，没有表色的。因为没表色，成就一切有表色。这原来什么色都没有啊！你来个白的现白的，来个红的现红的。原来要有个固定的色，别的在这现不成了，那就矛盾了。因为原来什么也没有，空中来建立一切。说你心空了，你众生的方便善巧的智慧都生长了。众生是有生命的。有表色的，没表色的，有想的，有无想的，所有的名字悉了之，持住难思方便力，生灭，一念之间，900生灭，你没法数，没法数，你心念呢，一起一灭，一起一灭，就一念间里头含着900生灭。咱们没办法说，不是咱们这智慧所能了解到的。这是难思的方便力。懂得这个道理了，把这一切事物重新认识一下。但是这个呢，不是成就啊，咱们只能说将有信，信佛所说这法，文殊师利所教什么这法。不会错误的，不要怀疑，断疑生信。现在我们讲文殊师利所教授我们的叫印合法，不要疑惑，要生是真实信。过去现在未来世，所有言说皆能了。过去还有过去，无量劫的，就是三世吧。三世所有的语言，全都能明白，了是明白的意思了，觉悟的意思了。而知三世悉平等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平等平等。怎么样是平等？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，也没有现在，三世平等，就是你的心，给它画个，这就过去了。昨天的过去了，今天的现在，明天的还没来，这就三世了。平等产生在什么地方？产生你的心的念头上，你给它划分的啊，上午啊已经没有了，这是现在了。晚上的夜间呢，那是未来了，
这不是你划分的吗？未来还有未来，现在还有现在，但是把它平等对待，此无比解方便列，这是方便善巧的方便列。尔时光明过一亿世界，遍照东方十亿世界，南西北方视为上下，以复如是。彼一世界中，即有百亿阎浮提，乃至百亿色究竟天，其中所有悉皆明见。彼一亿阎浮提中，悉见如来作莲花掌狮子之作，十佛刹为神树，菩萨所供为敖，悉以佛神力供。十方各有一大菩萨，一一各与十佛刹为神树，诸菩萨聚来一佛所，其大菩萨为文殊师利，所从来国为金色世界，本所是佛为不动智如来。而是一切处文殊师利菩萨各与佛所同时发声说持颂言。文殊师利菩萨有好多，有一亿世界，就有一亿文殊师利菩萨。那些个世界，就有不动如来，就有文殊师利菩萨的他的十佛刹为神树眷属。佛不是佛，文殊师利菩萨不是挂在娑婆世界，他是在不动世界来的，他的本所是佛。是不动智如来。广大苦行皆修习，日夜清勤无懈怠，一度难度狮子吼，普化众生是其行。佛是经过无量长时间修行得来的，那种修行不是懈怠的，是精勤的，日夜。佛教上我们的师宗弟子怎么教授的？昼夜勤勤修习，中夜疲劳过度了，稍事休息。怎么休息啊？读诵大乘，读经时候是休息了。那些时候干啥呢？思维修。观想一些诸法，就是那个这种禅定啊，这种戒啊，是大戒啊。咱们所说的禅定，那得非得那个眼睛啊，三分开，七分合，身体坐那儿不动，心里无，心里专注一境，这才叫定。佛在利益众生时候说法时候，都在定中。佛活了八十岁，都在定中，动中定。现在这个西南一位大德，他叫洞洞禅。对，他到美国去，他跟我讲，他在这儿，这入定了，在那跳舞干啥唱歌，他入定了，这叫洞洞禅，就这大定的意思。但是修的方法啊，他要也跳舞也唱歌，都在入定，心不在这上。一度难度，已经度的不说了，众生难度，难度也要度啊。给他做啥呢？说法，说法叫狮子吼。佛的行为，佛的动作，佛的修行，佛是怎么修行的？度众生。那大菩萨没有自己的了，他没有这个观念，一天就度众生。菩萨怎么修行？度众生啊，劝别人修行啊。现在我们的道友非得坐那儿去念佛，我是念佛堂，不是到那儿看华严，我是华严部的，那我学戒律，佛教我们怎么做，我们就怎么做，到那儿去持戒叫修行，
不持戒犯戒是不是修行？没人敢答复，说犯戒是修行。你看那菩萨度众生，他怎么度的？菩萨没有观念，我要修行，没有这个观念，那才叫菩萨啊！度众生就是我的修行啊，没有自己了，光是为了别人。当你度别人，是不是自己修行？别人都成道了，你菩萨道是不是成就了？现在好多道要我要闭关，干他佛法什么都不懂。刚受完戒要去闭关，这几天找我，让我给他找闭关地点。我说你先把心关闭了就好了，把你心关了，闭关了。修行在修行上建立修行，不是修行，修的是道，不是行为。我们在行为看验证，那些个大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他度众时候，他还想到我这是犯戒啊，没有这个观念的，他没有什么持戒犯戒，他脑子里这个度众上。我为了度他，我下地狱都没关系。他没有想到我自己要下地狱，他让你出了地狱就好了，地狱由我来做吧。地藏菩萨就是这样子，那真叫行菩萨道，这心量大，学华严经的有转变。今天就讲到这里吧。众生流转难遇海，无名王法大幽牌。自认容莽习乱丑，是以当言是其行。世间放逸捉五欲，不识分别受诸苦。奉行佛教常舍心，是动于思是其行。昨天我们讲到世间放逸捉五欲，众生在这个欲望嘛，就是需求，就放逸啊，放逸。我说甚么放逸啊？是主你心说的。外边的五欲境界的缘，再加你内心的需求的因。把这种不实虚妄的境界执着为真实，这个欲望是无止境的了。当你贫困的时候，忧恼的时候，希望有几个钱能生活，有了几个钱了还想多得，这不止财了，乃至五欲的关系最重要的男女，生死的根本。但这是短暂，但生生相续啊，冤冤相结，没完没了的，没有得到，贪求，希望得到，得到了又怕它失掉，得掉的时候又没个满足，欲望无穷嘛，因此你就受住苦了，苦者是一种逼迫了。
你要想不受苦，就断五欲。贪着五欲的人，在欲境现前时候，他认为是快乐，这是苦恼的根本。没得，求得的时候是苦，得到了还是苦。完了，未来呢，还要受果报，还要是苦，所以叫众苦啊，众苦。佛教授我们要舍心，不要对世间的五欲去放逐，那种不实的境界转眼成空，或者你得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，最后还是空的。一切业啊，本来是空的，没有的，而众生要去造，把不实的境界当成真实的，所以你辗转受苦，无穷无尽的受苦。佛教授我们的呢，常常舍你的心，应时苦，不必苦所转。佛是证得了，在苦果上是断除了的，苦因是没有了的了，因果都没有，都尽了的。他自己证得了究竟的常乐我净，离开五欲了。他要把这个自己所证得的来摄化众生，四道众生。佛说叫我们常时摄心，摄心对于落到苦难里头的，佛是常时教导让他以离开苦难，四度于斯是其行，行不行？度一切众生，量一切众生，离开苦难。那苦难的来源就是五欲，五欲，给你说说五欲的过患，让你认识了，不要再执着五欲境界了，同时呢，断除我、法、人我之、法我之，不要执着有我。而众生因为执着我才入生死苦轮的，这个苦没有边际的，其实苦轮的边际不可得。应该依佛所的教授，普世入来护妙法，妙法就是脱离生死的这些法门，佛所教导的都是脱离生死的，不过有身有钱，有脱离分段生死的，再深入脱离遍历生死，遍历生死、分段生死都脱离了，还要脱名无名，有尘沙惑。众生无苦病所缠，这是讲生老病死苦的啊。着我入生死了，护妙法，在你生的当中，在三恶道的当中，乃至于你做人的当中，没有很好的方法保护你，你常时没有病，就生老病啊，这是讲病的，前头讲生死的，不害病的人没有。病是死的因，对，病就近于死了，
治好了吗？是短时间的，而生老病死苦啊，缠咬着一切众生不得脱离的。死后还要堕三恶道，人天是善道，善道，但么人生当中，你起心动念，乃至所有的行为，善善恶恶，但是我们出家道友们，那在家的佛弟子，因为文法，他这个现行啊不那么严重，三恶道不那么严重了。三恶道的苦果，受了三规就能断除。但人天的是生灭也是无常的呀。人天福不尽了，你在你这个所作所为的当中，都是善善恶恶。善报受完了，恶又来了，尤其受恶报。要想一劳永逸啊，一劳永逸就是了了生死了，不在六道轮转了，那就一劳永逸了。但是这个不是那么很容易的。为什么说它不容易呢？咱们要想一个善行，例如说我们咱想修行念佛，业不由己啊，念念就不念了，就懈怠了，或者拜忏呐、念佛呀，一天的这24小时，你的心里的活动就是心里的动态，善念恶念，非善非恶的念，入了佛门了。恶念当然不太严重了，但是在你心里头，你这个烦恼心所，总使你心里头不安，也定不下来。现实的生灭当中的这个善业恶业，你能做得主的时候，你都做不了主，都不去做主，不去进行善，不做恶，你都做不了主。当你做不了主的时候，那你更随恶业所转了。我们做梦，在梦中，那你是做不了主的。在你醒的时候能做主，来精进一点吧。但是黄岸经教授我们的啊，说着重于心，就你心里思念什么想什么。例如我们在上殿的时候，做一个大法会的法会时候，随殿打普佛的时候，念普佛的时候，你心里都是怎么想的？恐怕念佛佛的时候打妄想的时候也多得很的，没有真心给人家今天请我打佛佛这个众生，不管他是谁，他来求修消灾免难的，你心里是在这行菩萨道，消他的灾难，也自他的灾难都消，发大悲心，慈悲救度这个众生。达普佛这样想过吗？同时也消自己的罪业。念佛的时候，就是你心就是佛了。
那么都知道，一到了殿里头，或者到了法堂里头，这个环境是特殊的，是特殊的，纯善，无讷。等你念这个大觉光明，咱是光明觉品吧，等你这个时候说平常时候没有，等你上殿的时候，在这一个时间也就一个多钟头吧，是不是你内心的光明跟你觉悟自他两立，立自己，立他人，那是不是这样子呢？每个人都可以关照了，对。平常24小时，你这个着生死的见呢，这个知见，这个知啊，不是完全光明的，也不是觉悟的。但是你到这个殿堂里头来，在你做佛事这个当中，你是假佛的觉悟引发你自心的觉悟，以佛的光明引发你自心本具的光明，你做到没有？每个人都认反省一下了，每天听经就是文字，我们共同学习时候，我说的时候是语言，语言文字不是真实的了，它是引发你自己的真实性。所以说，念佛、闻法，你一切行动，念念不离的心，随时是都是在光明当中，不是在黑暗当中，都是在觉悟当中，而不是在迷惑当中。做到没做到呢？就像我们人喝水的时候，这个水是热的，是冷的，饮者自知。你喝水人才知道，我没喝，我不知道那个水是冷是热的。当代佛门奇宿，梦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。1931年，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，虽蒙雷泄之灾，33载，弘法兴志未曾稍歇。于2017年11月27日，在大陆五台山安详示寂，享寿103岁。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。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当你的慈悲心启动了，慈悲将不会停止，生生世世一辈子陪伴着你，和我们一起来慈悲吧。海涛慈悲基金会话拨账号50416116 50416116。